挑战，用生命护爱妻。我是什么？我是演员呢 ，OK？ No no no， 这次要封你嫁给男主汉了。Because 他的老婆短宗宣四号跑来阳明山燃烧军房，而且看到没有，人家骑的不是重机，是铁马哎。来咬就过。喂，过不去的是你老婆啊！于是江宏恩虎气狂魔上线，在这条跟婚姻路差不多难走的山路中，拼了命也要伸出杂布郎最珍贵的右手，霸气扶着老婆。各位观众，选老公丢下才几块的啦！嘿嘿，这时候老婆内心的澎湃，看看他失手的嘴角就知道了。然后他们就一路放闪，直奔阳明山美军俱乐部商圈。哦，连林嘎逼也是老婆先情，婆婆妈妈快羡慕死了。娱乐动新闻，模范夫妻认证成功，报道。